为我不能录他们的声音了，所以我就只能录自己的。今天大川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倒霉，对，是没射到。虽然说队友很棒啊，但是，第一个呢，有人在我这边吵架，还有，你知道家人的 gank， 还有好多东西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继续清兵线。哦，午夜这个屌，干嘛干嘛？嘿，快跑！哎，哇，这个音线太多了，他以为我在生气，没有，是因为你们的声音断掉了，所以我要讲我自己的。我如果那个还去回你们留言的话，那我会就是这样，我会变得自言自语，会变得很好笑。OK， 来呀，对答，再一个。四连杀！哎呦，人生第一个五连杀，开心！人生第一个五连杀，哎，完了，我觉得我那个要一剪了，没办法，最近没什么东西给拍，溜你屁股，哎呀，痛！嗷嗷嗷嗷！没办法，忘记得意忘形，得意忘形。挨大招打塔，大招打塔，好，大招耶！哎呀！不行！笨蛋！笨蛋蛋！撤！救陌生人！不见了，我不见了，被狗走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啊，也不用继续啊，看起来是结束了。没拉冲进去，打塔，结束。没办法，今天只能我自己结束了。好吧，人路无声的。一直无声，难过。第一次五杀，小笨蛋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